谁说我们没有灵芝窝吧？你看我的灵芝窝吧，咋样？太厉害了！这灵芝窝子多吧，灵芝？看没看到？啊？这小灵芝，到七月份就可以采摘了。那点老漂亮啊！怎么的？那边还挺好看的。啊？那边挺好看。哎，那个好了吧？哪呀？那个是、啊？这个不是。啊，那不是灵芝。哎呦，这个都长得都这点死了，这个灵芝长起来都老大了。嗯，这好像养蜂的地方。这个没呀，没，这个啊，这就是根儿红了点，这也是大白鞭嘛。哎，它能长大，我感觉。这都长得这么大呗。最小也得这么大，不错。嗯。哎呀，长大片子。不是去年就不要了。嗯。嗯，不烂了。刚才跟他叔打声招呼，捧回家一股。嘿嘿。把这个捧回来。这种长起来都这么大个，小，你看不到，是吧？嗯。现在你看底下连红都没红。根儿上连红都没红，哎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红，这长起来大，连多。到时候可以来看看。啊，你还这么多呢？这还这个木头本先就是长灵芝的木头，嗯，老有冒的劲，到处都是，到处，看没看到？看没看到？这小蘑菇是啥蘑菇？长跟花似的。啊。那也不能吃。小童第一次在山里见到灵芝，感觉还挺新奇呢。看看像不像小鹿茸？这可更像鹿茸呢。小灵芝长得太可爱了。虽然这里有这么多灵芝，但是我们只能看，不能采哦。是吧？嗯。哎，我也采过灵芝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发的菌吗？长出来了吗，哥？长出来了，来。等待娇姐来采灵芝，他就愿意采了。这灵芝不累，还劲。这刚发芽，你看那个刚鼓包的。这啥时候能采呀、啊？这个等到……哎呀，这根儿有点泛红了。泛红，根儿本线泛红了，七月份它就通红了。你看，这全是装的。这要采婆婆丁多好。你。兔子，咋样？给你们采的花花，花是不是就意思没有菜，没有蘑菇吃啊？没有。我这是送，你这也送我的、嗯、蘑菇呢？没了，吃完了。哎，有啊，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灵芝窝吧。啊，灵芝可漂亮了，你问你大哥。等会儿我带你采灵芝，我都知道在哪。我家，你带我采灵芝。嗯啊，没问题。扛你去。七月份采灵芝带你。没了。没了。那一杯筐是草啊。那是番芹菜。哦，走吧。明明走，过来。点点。幼猫干活了。啊。幼猫干活了。你呀、啊，你真是个笨玩意，还叫猫的给你干活。哎，前两天太冷了，穿大棉袄。儿子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我对这个蘑菇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进去瞅瞅吧。肯定有。进去再来瞅一瞅。还有一棵树，那个树接着滴了当啷的。今天就靠它了。金口难开，这是开了金口，它还不得给我接滴了当啷。哎呀，长得不错、啊、看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家伙长得好啊。嗯呐，这一块哥就够烧汤的。这一块好烧汤，对，削的也不干净。行，嗯，够干净的。这个烂了，这个白烧。嗯，哎，有虾蒙了。这老牛肝长的，嗯，掰回去，掰他们不要，那就漂亮的呢。嗯，妈不是说要漂亮吗？这个也不漂亮，这啥蘑菇？哎呀，
上汗呢。嗯，没蘑菇味儿，那就是毒蘑菇。这也说不准，没有虫拉倒了。那毒蘑菇吃了再糖板板的。对，行，先走吧。哎呦我操！我说能有啊。哎呀，嗯，不能吃了吧？不能吃了。哎，里面呢？里面呢？辣的不行。那里面窝窝里边还有。哎呀，这家长了一朵，这朵还挺好的呢。你看。哎呀。啊。哎呀，待会儿那个水汽柳还能长，长点。这可是不是好同志了？多打两个鸡蛋。哎呀，多亏我看呢。好吧，真有意思，好几个呢。哎，哎，不要了，拉倒了，别整了，都烂唧唧的。应该是哎呀，这讨厌！哎呀，然后白瞎了。头两天来哥还能薅一兜，薅一兜。来吧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！哎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！这长了一朵，哎呀我的！倒挺好看的。像哥像不像冰凌花？真像冰凌花！哎呦我的天，真可怜！哎呦我天！完了，我看看这个有没有？没，你看，大点。哎呦我天儿了，真可怜。老王送你行了，要给他充分的展示空间。这还嫌我那蘑菇少呢。要一片一片撕开是不是？你整这么大的盆，整这么两朵蘑菇往里放，你寒碜我爸呢？这不错了，显得多吗？